来关心的就是去嘉义吃喜寿较近的案件，现在又哎退休，这是北港高中一个老师讲是啊，较近者做伙大个厝内人，伊即摆嘛较近，啊伊伫学校教四个班级的学生囡仔甲共办公室的教职员，总共91个人，今仔开始嘛是居家隔离10天，啊今仔全校800名的学生嘛进行体检。上午9:30，学生排队入去体育馆进行快筛，受到嘉义肺炎传播链影响，北港高中一名老师是确诊者的共大厝内人，经过 PCR 检测，李蔡庄阳性确诊，总共有91名师生为22号开始，需要在厝隔离10天，全校800名师生，22号上午紧急进行筛检。那今天我们全天由我们台大的一个云林分院这边来帮我们做全校的一个快筛。那快筛完之后，我们明天是做所谓的这个停课，然后做全校全数的一个消毒这样的一个动作。文管会表示，受到嘉义肺炎传播链影响，关内四间学校师生含跨境者聚集相挤，包括4号白沙国小、水南水产林国小、口号艾伦国小。寒冷背国小，拢采高规格防疫进行预防性的停课。过程当中只要有确诊案例，我们一定要采取最严谨的一个态度，不只是环境的清消，包括随即进行 PCR 的检测啊。那也呼吁只要有任何症状的这些师生都能够在家里做居家的隔离的。文管府强调，为了要防堵疫情，防疫规范采上严格做法，只要学校内有任何一位师生确诊。这个学校就会停课10天，那一个乡镇有1/3的学校停课，这个乡镇就会全面停课，表面疫情搁扩大。记者吴宁报道。